过期食品有人要买呢？是咯，等一下吃坏肚子怎么办？哎，两位大姐，不好意思，哎，你们对上面写的东西好像有些误解啦。那首先，我们并不是卖过期食品，其实这些食品啊还要过一阵子才会过期的，可是大家都不愿意把它买下。这当然了，都要过期了，吃了不知道会不会有事。是，还没过期当然是可以吃啊。 你们知道吗？有些食物啊，上面会写的 best before， 那就是说明，即使过期了几天，还是可以吃的。如果大家都不肯买，那这些食物就浪费掉了。地球的资源是很宝贵和有限的，我们应该好好的珍惜。那如果资源用光了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啊，我们是有责任保护环境，不是吗？我还是怕怕的。哎，不用担心，拿着传单呢，你可以收着，千万不要丢掉啊。 上面有我们的网站，你想要买任何东西呢，你可以上网订购的，我们可以包送货上门，快速又方便。好吧，我们就收着吧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